黑面是一所怎样的学校？大家好，我是 Jason 妈妈，今天很开心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对丹明 High School 的一些感受。丹明 High School 是一所非常棒的学校。我们当时为我儿子选择这所学校的时候，是从30多所学校当中最终选择了丹明。当时做了很多的对比，包括师生条件，包括课后项目。最终呢，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大家好，在我儿子来 Damien 学校之前呢，我打听了几家私立高中，最终决定来 Damien 的原因是因为，他当时有800多名学生，学校的规模不大不小，学费呢也是介于便宜与昂贵之间，比较适中。让我吃惊的是，孩子入学以后，他一直说学校和学校的任课老师对他的关注度非常的高，他非常喜欢，这也大大的鼓励了他的学习积极性。丹面 High School 的这个老师都非常的优秀，也非常的负责任。当我们孩子刚进到这所学校的时候，给到孩子很多的温暖，也让我们孩子感受到了进到一个新的高中，收获了很多。Damien 学校在学术方面比较好，孩子有很多的 AP 课可选。在疫情期间，孩子11年级，他读了4门 AP 课，这对他的 GPA 的提高，给予了很大的帮助。丹面 High School 不但有各项的 AP 课程，而且还有课后非常多的club，包括像机器人 club，数学 club，还有一些其他孩子们喜欢的各项活动。如果 team 非常棒的话，还可以代表学校去参加州立比赛，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的棒。那么课余方面呢？他几乎在同时加入了 band 和 robotics，还有其他一些 club。11年级的时候，他又创建了自己的吉他社团。我还鼓励他说，有机会的话要开办自己的画展。所以在 Damien，是一个天高任鸟飞的地方。我们的孩子在这里能够自由快乐的成长。我觉得这个学校特别特别的，老师特别的友好，因为我知道一些老师，他们曾经也是 Damil 的高中生，他们现在作为老师，对孩子真的特别特别的有爱心。那我儿子呢，是对音乐感兴趣，学校也为孩子们提供了很多的选择。他们的课外生活非常的丰富，所以我儿子参加了 marching band，参加了 jazz band。他从一个只是对音乐喜欢的一个孩子，那经过4年，在这个学校，他的音乐的素养真的有很大的提升，并且他也成为乐队的骨干，也成为乐队的 leader，而且最重要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快乐。他也决定，要在报考大学的时候要报考音乐专业，所以我觉得学校能够去给孩子一个，这种成长的一个阶梯，让他能够去为自己去确定自己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目标，做得非常非常的棒。作为家长呢，因为文化地域的不同，我们肯定对孩子的升学有一定的焦虑。然而我们留学生部的 Emily 老师，她人非常的温暖，她给我们搭建了校与家之间沟通的桥梁，非常的通畅。再加上学校的 counselor 非常认真负责，所以我们可以轻松做家长。如果您家也是一个像我一样的男孩呢，我非常推荐这所学校，因为它很适合男孩将来的发展。谢谢大家。